似剑，西风如花，东风西风尽乐暖。万国山，中国山，百年之后堂为然。其余之长，先要了解洋人，了解洋人呐、先要从饮食入手。哎呦，饮食入手。给我拿点上好的黑椒来。文臣，你就别再装疯卖傻了。布唐大人再三求情，摄政王气也消了。念你是老臣，特下恩旨，让你回家安度晚年。还不谢恩，且慢！执意让我回家，回什么家？欧府已被抄了，回李家吧。李家在广州，西关李府。你女婿李崇光孝敬你，安度晚年。你真逗啊！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个是非之地脱身，你要我回广州？谁？摄政王下旨，告诉你，就是皇上下诏退位，让我坐到龙庭。欧某人他没这个兴趣。他大清还有几天好日子啊？啊，颐养天年，笑话！我把话撂这儿，那地方不出一两年，必出大乱呐！哎，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太平了，啊，更适合人类居住，更能颐养天年。我女婿崇光。你又骗我！我跟他们两口子说好，我先来，他们后脚就到。我们一家三口哪儿都不去，就在此地快活。等这是哪儿啊？你迷路了？难怪呀，刚到米国，人生路不熟。这里就是第四十一街上的鹊喜餐厅，这里的牛排最有名。米国，哎，对，米国、纽约、曼哈顿岛，你别再装神弄鬼了！哎呀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是广州将军铁山大人呐？哎呦，戏演不下去了！哎呦，你也来米国了？哼，欧兆新，别以为你这样，我就可以放过你。你还想要什么？要吃我牛排？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铁大人，你在广州的时候，你自己办清官不算，还千方百计的要挡我的财路，现在怎么了？哇，大清不是倒了吗？颐养天年，笑话！甭管你是谁，在这里就认钱啊！你以为我的钱容易吗？少爷，大少爷，府台大人来了。谁？欧巡抚，府台大人上咱们家来了。瞎说，他不是在牢里吗？不是，我亲眼瞧见的，铁刚大人送来的，疯疯傻傻的，怪吓人的。下去吧。好了，爹，没事了啊。
爹，你放心好了，这里啊绝对安全的。差不多得了啊，还在装疯。爹，装疯好玩，装疯上瘾啊！ 爹，醒醒！爹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爹，真疯了！哎呀！你还笑？你还笑？爹。 什么味儿这么臭？爹，他拉屎了！放饭了！吃饭！好，别动啊！好，对，别动！别动！好，爹。 我帮你刮刮头啊！你可要怪哦，不然刮破了啊，舒云又要来骂我。不叫舒云来，嗯，别动，你别怪他，一辈子娇生惯养的，几时受过这种苦啊？脾气是急了一点，不就是因为还心疼你吗？哎，好，给你冲水。 哎，来，好，哎，别动，别动啊！哎，好，来，别动，哎，嗯，呀，你太不像话了，动不动就拉裤子，时不时还舞刀弄杖，家里的下人们见你都躲，你不能怪人家。 你以前是亲家老爷府台大人，现在呢，穷亲戚、老疯子，还这么难伺候。说真的，三岁小孩都比你省心些。好，好，哎，好了，上当了啊，别动啊。好，哎，别动啊。 就是我，这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服侍你，谁叫你待我不错？咱们爷俩翁婿也是缘分一场。看什么看啊？行，还知道感激，不算很疯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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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总算睡着了，喝水。哦，哎呀，这一天呢，简直比拉车，啊不，比当总办还累。怎么样？还是没个清楚的时候。话不少，都是疯话。 伦敦，伦敦东西贵，如今坐吃山空，不能没个算计。
这是什么？英国护照。我的？干嘛使的？有了这个，你就能去英国。爹弄的。早就藏在花旗银行的保险柜里。如果按照爹的计划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们一家人确实是应该在英国了。我想起来了，爹跟我说过这个。你这假女婿，爹可当真了。铁山逼你，革命党要杀你，这广州还待得下去？要不咱们就跟爹去英国吧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哪离得开阿晨呢？快点去换衣服吧，明天一大早还得去制造局办差。我来照顾爹。淑云啊，下命令杀我的真的是少白吗？淑云，照顾好爹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嗯，小心。驾！住！住！驾！住！倒要看你们父女俩搞什么把戏。放那儿吧。是。爹，你想起来了。这是谁呀？美国。爹，您不疯了？哎，哪儿去了？吵架那天他就……还不明白啊？死了，上吊。上吊！他那么肥呀，哪个绳子禁得住他啊？哎呀，上吊了！哎呦，上吊了！爹，说好了今天会乖的啊！啊。爹，
爹，再喝一口，乖乖乖乖，让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我爹算是废了，整个一疯老头。穆大人，什么疯了没见过？这点变故就疯了？不可能吧？不信，你就试试。他如果能把这个吃肚里去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大人，你谁啊？哼，不会吧？我鞍前马后的伺候大人这么多年。你是李重甲，卑职参见府台大人。坐下说话，不必拘礼。是。你来干什么？哼，我奉小姐之命，给大人喂饭。你也不必费心机了，没有用的。大人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朱云已经嫁人了，你死了这条心。爹，我就说吧，他是真的疯了。话是疯话，可也不算空穴来风。大人，重甲配不上淑云，所以不再痴心妄想。可在您老跟前想尽尽孝心，喂两口饭总使得吧？哎，大人，你是谁啊？他万事啊，只要重光。重光这些日子忙的是焦头烂额，铁扇的人盯着他，革命党又要杀他。没事的，我爹他都疯了。重光的处境的确很不妙，于振伟他们对他成见已深，恐怕很难挽回了。至于制裁重光的命令是不是少白下的，大人您怎么看呀？我爹他都疯了，你还问他？哎呀，真好，你还真行。最了解少白的莫过于你。怎么你也拿不准了？你拿不准的是少白还是重光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？你是说他投靠铁扇？我自然是信得过他。少白在哪儿？你带我去见他。重甲，谢谢你啊。铁扇的人会跟踪你，我有办法。现在就去。可是爹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大人，我来照顾您，成吗？
大人，味道如何呀？不好吃。不简单呐，大人。大人，你说舒云去找秦少白，就能把事情说清楚吗？ 天山的诡计呀！你饶过我，你可在我是你的长辈，可在疏云的份上，饶了我这条老命吧！大人，您别玩了，我可是您的学生，深得您老的真传。您说我会信你吗？啊？别声张啊！什么？我装疯的。 这老李庄是怕铁山杀你，回了家你还装，连亲生女儿你都骗，你怕什么呀？阿四，那不是你的女婿吗？我被那小子给骗了，这根本是谁？铁山的老婆。 有你的，装的还真够像的。哎，说老实话，我也含糊。行，不管你是真疯假疯，刚才你也都听见了。如今我也是革命党，你又不秦少白镇压起义，革命党人正恨不得揭你的皮吃你的肉。把你交给他们，我就又立奇功一件了。大人。 走了，来，走走。这次起义的规模是空前的，届时各地的革命义士将汇集广州，与我们并肩作战。今天我们议一下起义的时间和方案。少白，少白，冲甲是新军将领，对广州的情况非常了解。 要不要请他也参加？冲甲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还很短，还要再观察。这种级别的会议暂时不必参加。不仅如此，会议的内容，还有起义方案的计划，也不能向他透露。我们继续聊吧。少白先生，有人要见你，是欧淑云。啊？什么？是欧淑云？他怎么找到这儿？ 这样做会很危险，革命党是有纪律的，不跟你联络必须要服从安排。为什么？保证你的安全。不只是我，是整个革命组织。那阿四呢？谁来保证他的安全？我问你，阿四是不是叛徒？有没有背叛革命？
一点很多，但是证据还不充分。证据还不充分，你就要杀他？宁可挫伤，也不能让他威胁到你们，对吗？活生生的一个人呢，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少白，是不是当了革命党，心就变硬了？有人杀阿四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他命大，还活着。铁山对阿四逼得很紧。 为了挑拨他跟我们的关系，什么手段都做得出，这很有可能是。既然都知道你们还要这么做，你们是非要把阿四逼得走投无路去投靠铁山吗？愚蠢！舒云，我从未下令杀阿四，我相信革命党中人也不会有人擅自行事的。于政委是不是革命党？政委？见鬼了！胆子也太大了，谁给你的权利随便杀人？政委愿意接受处分，但是李崇光投靠铁山，背叛革命，事实确凿。少白，切不可因为个人情感被他蒙蔽啊！他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欧小姐前来告状，只问谁要杀他，怎么不问？ 是谁救了他？这就是证据。铁山的鹰犬早就埋伏在他身边了。政委，伤得严不严重啊？为除此贼，我死不了。 少白，这次没有向你报告，我是怕你一念之人，去那个绸缎铺见了他，便又中了他的诱捕之计。你胡说！胡说？难道在背后暗算我的不是铁山？我被击倒以后，你们上的不是铁山的汽车，当天晚上去的不是火神庙。 你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在替他说话。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当时就击毙他了。你舍身赌枪眼，果然是生死同盟，伉俪情深呐！哼，巡抚大小姐，总办夫人。 你为他打保票，可是谁为你打保票啊？你，欧小姐，我早就听说令尊巡抚大人已经为贤伉俪办好了英国的护照，以便跑路。你爹现在已经在府上，还不快回家团圆？还在这儿干嘛？难道装腔作势？ 还想再杀我革命党人，再立奇功，前去领赏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这就是英国的护照。这下你满意了？我们逃不掉了，等着你再来杀。淑云，政委，你先出去一下。
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。怎么着，我还真拆了你的招牌？说实话，小人绝不敢乱说。这些年，您给我出了多少题，小人何曾让您失望过？小人行医数十年，能扛得住我三针的人没见过。爷，这位经络已乱，神志不清，就是个疯子啊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小人整治不了，天下再无人能撬开他的嘴。好，疯子，干得好，辛苦了。舒云，别忘了，你和我还有真伟是革命者。没忘。怎样？革命者应以大局为重，不能因为感，不能让感情蒙住了眼睛。我很担心你。两个人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可是你要冷静，不能感情用事。这是生死攸关的斗争，稍有疏忽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有些事，大概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你混蛋！你们都是大混蛋！秦少白，你是大混蛋！混蛋！胆这么大，没叫人这么冤枉过我，憋屈死我了。你先不要着急，好在已经弄清楚了，少白他没有要杀你，还有余地的。其实我想了一路，如果要解开这个死扣，关键就是第一，空枪究竟是怎么回事，第二，在运送军火的途中都发生了些什么。老丁死了，小丁没个踪影，眼下还被铁山通缉，找不到他们怎么弄明白。对了，前些日子好像有人在家看着小丁了。什么？在哪？谁看见的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顺子，是顺子，他前些日子在花园里看到有个像小丁的人，然后我就过去了，小丁就不见了，然后我就看到谁？李冲甲。冲甲哥，走，走。欧淑云无非是去见秦少白，让他见，翻不了天。可咱白白浪费了一次活捉那秦少白、端了他们乱党老巢的机会。我这会儿倒是想留着秦少白。啊，抓了他，端了他的指挥部又如何？乱党势力还在，胆小的心更细，就越不好对付。哥的意思是等那帮乱党再闹一次事儿，然后一举拿下来。
那咱们花这么大精神头盯着那阿四干啥呀？征人。想说什么说呀？哥，这有件事吧，我一直闹不明白。你说这要论作用，这革命党可差点没杀了阿四，可是革命党可越来越信任那李重甲了。这要论才干，那李重甲是文武兼备，有勇有谋啊。那阿四不过就是个拉车的混混啊。这要再说亲疏远近的话，那李重甲可是夫人的亲弟弟啊，这阿四只是个堂弟，还是个假的。你说咱们争他干啥呀？你原来也是江湖中人，这俩要选择做朋友，你选谁啊？大清朝300年基业，何以千疮百孔、摇摇欲坠？他孙文一个海外孤民，何以一呼百应，闹得不可收拾？这要给朝廷做事的人，都是像李重甲这种人，这朝廷就真完了。这两个人各有各的用处，都要为我所用。我懂了。杀阿四的命令肯定不会是秦少白下的，他没那么好蒙。脑子要清楚，我们不是利用阿四来抓秦少白，而是从他那儿争取阿四。要真是小丁，他怎么就不露面了呢？老丁死了，小丁被铁山拿了通分，画影图形四处所拿，这些日子拿了不少衣粉，审都不审就砍了，背不住小丁已经……你想，空枪的事，若是铁山嫁祸，他还能留这个活口吗？咱们再退1万步，小丁活着，让咱们找着了，他准能说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他不过是个押车的，乱军阵里早就吓破胆了。就算侥幸，让他瞧见了什么，就能替你说话吗？于振伟他们会信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他可是你的贴身仆人。那我这冤情就解不开了。他们不能这样，革命党就不讲理吗？天无绝人之路，兄弟，你别怕。于振伟原来是我的部下，我的话他多少也能听进去一点，少白对你也不至于不留余地。我去跟他们交涉，你只是个车夫，正经的劳苦大众，只要你从此离开这些是是非非，凭什么不依不饶的呀？你是说先回香港独立？放心，兄弟一场，不会再叫你吃苦，都包在哥哥身上。你老爷死了，欧巡抚疯了，舒云也束手无策，革命党还追杀，唯一能够接纳自己的竟然是铁山。我再不走，就真的要投靠铁山了。阿成姑娘，阿成姑娘，阿楚姑娘，阿楚，小丁，嘘，新客来客栈，我记住了。还有，除了二少爷、二少奶奶，
跟谁也别说见过我。嗯。哎，小丁。阿四哥的冤情能弄清楚了吗？回香港？你又犯什么毛病了？我留在这儿干什么？等着革命打杀，还是做铁山的小舅子当走狗？我没出息，这个李崇光当不下去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扔下你和爹的。咱们一起去香港。